回到家我会跟他分享，分享一些慈济的事情，做些什么，在都在做什么，他好向往。他说：“姑姑，我是没时间，我时间有时间，我想跟姑姑一起去做。”所以，在慈济有一些活动，一些课程，一些活动，我就会带他出去逛一逛，就这样。